位网友，我现在来尝试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长荣路那个诺贝尔楼下的这个一条通。那我们就是要来点餐，我教教你们怎么点餐。它这里有很多的项目，有什么寿司啦、甜点啦、还有那个动漫什么都有。啊，你先点，点完了以后，它会显示，比如我现在点这个，一点，它就跑出来。啊，你不要的话，你就删除，删除就可以了。啊，删除，那你可以点其他的，啊，比如像这个，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还有那个寿司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等于说自助式的啦。所以你等于说要一定要自己点，啊，点完以后像这炸物，啊，你要哪一个你就点哪一个，哈，啊，我们要体验这种，它这个有车子会跑过来，啊，它这有单人坐的，也有双人坐，也有六人坐的，哈，应该中午应该是一定会，像今天开幕一定是爆满的，因为它很新颖啊，哦。很新奇，对不对？就是平板，也就是年轻人他们这个很喜欢的地方。那一般的话，如果是像中间巅峰时期的话，它是限定是70分钟。好像我现在今天早上来开幕，它就比较没有限制，因为我刚刚也吃饱了，所以我会把它点一个餐来吃哈，来看看。他是怎么过来的哈？还有饮料啊，还有那个茶碗蒸啊，它是蛮多的啦。全部点完以后呢，哈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啊，它这个号码做的，就到那个柜台去结账，也是有那个可以刷卡，非常方便。在我们这个长荣路这边，我觉得这种经营方式。也是很适合年轻人的，好，谢谢各位网友，这里就是一条通。好，我点的这个来了哈，快，哎，跑掉了，这就是我点的今天这个尝鲜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条通，哦，它就在诺贝尔哈书城楼下一条通，也欢迎各位网友来这边吃，蛮有意思的哦，也很好吃哦，现做的哦，谢谢各位网友。